睇你跳舞一啲都唔 enjoy 咯，完全冇火嘅。曾经有一个人话我知咩叫做投入，呢个系细个嘅我，隔篱嗰个就系最投入打机嘅阿叔啦。你睇我玩啦、佢会买齐所有嘅攻略本。嗱，呢度讲到主角会潜入基地，之后咧就会俾人埋伏噶啦。连日文剧情都睇得明，几劲啊！啊，你未睇到啊，因为未到。喂，同侄仔玩紧啦，啊，我转头打俾你。OK。喂，专心啲啦。仲话女朋友都冇阿里斯咁重要添。我在阿叔身上看到真正的投入。喝水阿叔。近排教的什么？哦，都是那些。你在用这个铃声？是啊，经典啊嘛，嗰阵时真系日打夜打噶，仲记唔记得啊？要凑齐咁多只召唤兽咧，真系好难噶。男女主角条爱情线咧又错综复杂，真系好引人追落去噶嘛。嗰阵时我成日喺度谂，只 FF 七会唔会有中文版重制？又真系俾我 FF 到。喺 Facebook 啲 trailer 见到个经典模式，即系感觉翻晒嚟。系啊。次次都是这样的，讲讲你又走了去的。喜欢 FF7 嘛，经典嘛，热血嘛，只剩下我的。你小朋友又怎会明白啊？阿叔。是。你只 FF7 呢，我帮你 keep 住了。不过话时话，你那时都不懂看日文的，怎会看得明白剧情啊？嗰时你系我拥趸啊嘛，咁捧我场，唔做足功课点得啊？咪查定字典，睇定剧情先咯。就算大个咗，忙碌咗，嗰团火都唔应该熄。头先练习够晒投入啦，要 keep 住啦。喂，阿叔，玩成点啊？打完第二只 boss 啦。我前日已经打完啦，叫咗你投入啲噶啦。吓，咁快？喂，咁下一版点打噶？哦，下一版啊，下一版你去翻第二关个 boss 度。就等我哋延续未完嘅幻想故事，再一次展开旅程。